合肥女性的吗？对啊，行天女性。也是什么样的情况有这个冲动？你觉得是冲动吗？我们交往的时间应该蛮长的吧？嗯，所以就是在那个当下，就是他是事先讲好，知道吗？还是说当下才决定？不是不是，这个没有办法临时的，要准备很多证件、很多东西，这个需要事先准备。其实就很简单，就是找了一天我们都有空的时间，然后就抽空去，就是这样。有想过会被拍到，因为有粉丝就是拍到你们去，不是粉丝拍的，是里面的。